上次讲到了那个，对对对，他也是有行活动哦，搜查高府。那这就是所谓的搜查高府啊，看一下。那其实这个活动呢，就是它的规则在这边。那这次也刚好出了一个时装，是不是？天哪，我就可以分开讲。反正就是这边奖励啦哈，然后主要就是有一个新时装。那最重要是那个奖励，所以那个奖励我觉得可以再另外讲。那这边你们看一下，那这个活动主要就是说一样，就是还有一些有没有？然后可以看到奖池，然后衣装。好，那你就会去搜查，那个就有没有有没有？欸，所以高桥是一个新角色是不是？然后你就要搜查令。搜查高府，那高府其实就在讲这一只高球，它应该是一只新角色吧？对，好，我在干嘛？好用。嗯，为什么看不到那个？真的也有吧。今天主要跟你们讲搜查高府这一个活动。最新的，然后再来，我在这里弄，这个也很重要。